今集我哋嘅 My Stage 青年舞台請咗兩位好特別嘅嘉賓，佢哋係黑龜 and Pop Pop 媽爸。係，咁我哋問下黑龜先啦。咁你 Beatbox 咗好，即係你幾時開始 Beatbox 嘅咧？哇！我而家到而家目前為止玩咗六年啦，已經。六年，但你而家好勁喎，其實都係個世界級喎。不斷練啊嘛，練下練下就練到咁。咁係咪自學定係？我自己自學嘅。即係完全冇跟老師嘅，全部都自學。哇！因為其實到目前為止，香港都係其實好少人玩 beatbox 嘅。我再 back 翻 to 可能四五年前咧，根本就我自己一個人玩咯。自己學。係啊，做其他一兩個比較出名，例如阿英啦，即係幫我估佢幾做演唱會嗰個。咁嗰時就大家一齊喺度玩。咁會唔會孤獨啊？自己？冇辦法㗎啦，大家鬼叫自己中意呢樣嘢咩？係啦，咁阿媽爸，咁你又係幾時開始跳舞咧？2010年。哇，記得好清楚喎！但係點解咁多舞唔揀你揀機械舞呢只咁難嘅舞咧？其實我話去真正揀嘅，因為我自己中意呢一類型啦。嗰陣時我係唔知道叫 popping 嘅，係我表哥就帶我出去文化中心跳嘅。咁後屘介紹咗啲朋友俾我識啊，志同道合。咁嗰陣時 popping 咧就好少好少人跳嘅。咁同埋 Michael Jackson 嘅影響，令到我中意咗呢啲。喂，呢啲咩嚟？我中意呢啲。咁我表哥帶我出去，跟住慢慢去慢慢去喐啊，研究啊，哦，原來呢啲係 popping， 咁我先知道呢個舞種叫 popping。咁你都要多謝阿 Michael Jackson 同埋你表哥，我覺得係啦。係咯，咁你兩個其實都係嘻哈啦，咁即係呢一個方面，即係冇乜人會學呢啲嘢啊嘛。咁其實你哋最困難嘅嘢係乜嘢咧？咁最困難到目前為止，我覺得係都係繼續建立自己嘅 style， 因為由頭開始係冇人教你噶嘛。其實不斷是向自己 build up 自己啫嘛，咁唯有自己不斷向不同方面去試喎，所以我就會不斷慢慢體會到藝術呢方面咧就冇啱與錯嘅，你就係不斷去試啦，就創造自己嘅 style。即係到而家為止，你都係冇老師，都係全部自學嘅啦。係啊，冇啦。真係。同埋去交流，令到睇啲人啲 beatboxer 去啟發大家啦，互相學習咁樣樣咯，睇下你可以參考到啲咩技術。咁你去咗邊度交？我去了瑞士、奧地利、日本、中國都有。即是你自己去的？有些就是入了圍就他包了機票你去咯。那我問問阿媽爸，你跳舞都會遇到很多不同事，有些趣事，有些甚至遇到一些困難，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麼？當然可以。跳舞的困難就是有時自己，因為我自己是跳了12年，咁其實你話而家係咪少人學咧？唔係，而家好多人學，因為我會同個 team 嚟，咁我同佢係一個表演嘅組合 show 咗，咁我哋好似出面有隊跳舞叫做 Show Since Elements， 我哋每一年咧都會搞一個大型嘅比賽，就會去推廣俾年青人，甚至乎唔好話年青人啦，任何人士，你幾多歲都得嚟睇嚟玩，我哋又會去出外面請啲所謂有元老級嘅。教跳舞啲導師，係元老級嘅，喺世界各地認可嘅各人都做跳舞，跳 popping 啊、locking 都有嘅。嚇，啱啱上年第五屆青年舞嘅老師。咁困難喺邊度咧？因為我哋要做推廣呢樣嘢，困難就係由以前冇人喺香港好多地方冇人要教街，覺得街冇乜嘢咧，壞啦。覺得爛仔啦，成日唔翻屋企啦。其實啲年青人啊，真係跳舞嗰啲，夜唔翻屋企咧，唔係去咗佢吸毒，係真係中意跳舞。你諗下，你哋翻學，星期一至五都要翻學啦，禮拜六翻長頂洲添啦。咁你幾時可以去跳舞嘅？咁街舞喂，點解要街舞？街舞 street 喺街度嘅，唔喺街頭度跳，係咪先？咁所以佢哋夜晚翻屋企，唔代表佢哋學壞，佢哋真係中意，佢有佢哋自己中意做嘅嘢，有佢哋自己理想。咁我哋其實做緊呢啲嘢，或者我嚟做呢個訪問，希望我將呢啲信息帶出去。困難喺邊度就係要時間去改變人香港人嘅諗法，尤其是佢哋嘅父母。因為父母咧，其實唔係話俾佢仔女學跳舞，我明白。雖然我唔係人哋爸爸媽
媽，但係佢會錫自己仔女嘅，咁亦都係一個擔心嚟嘅。咁你即係你當時學呢個跳舞時，你爹哋媽咪都係會唔會話唔中意咁樣咧？真係佢哋唔瞭解嘛呢樣嘢，會覺得我學壞啦。你又跟表哥出去跳舞，即係話衰仔啊！係啊，衰仔啊！冇跟佢咁多啊！咁其實我係真係接觸係嗰一個人，咁所以我係知道呢樣嘢唔係壞咯。我表哥點會答我？就算佢答我，佢會睇住我。而家大好你添，而家係出埋道，我成日多謝佢啦。又出面啲咩訪問都有講嘅嚇。咁啊，黑貴人，咁你啲親人啊朋友知道你而家有呢個成就啦，有咩會唔會話都會好支持嘅，都支持你，即係成日會喺電視機度見到咧，又見到你啊，幾點做啊咁樣樣。即係好留意你噶，係啊，上 YouTube search 下有冇啲新片睇下，都會啊。我哋都有 search 啦，search 啦，好勁，覺得即係好特別咯，冇鼓，但係全部用人聲啫。你玩咩藝術都係咁啊！當你想做一樣嘢嗰陣時候，一開頭係冇人支持你，因為佢睇唔到前面會發生緊咩事啊嘛。萬事起頭難。咁你成功咗嗰陣時候，就會自然 buy 你咯。係咁啦，跳舞 beatbox 一樣都係咁，冇辦法。咁咧，你哋係比賽出身啦，咁你哋都有參加唔同嘅比賽去，即係吸取多啲嘅經驗啦。咁你哋有冇即係知道自己話可以代表香港或成為首位嘅即係代表啦？咁你哋有啲咩嘅即係感受啊咁樣？你問呢個問題咧，首位代表咧係你問嘅啫，但係其實三首位就代表其實每一個年輕人都可以去代表嘅，只不過你自己堅唔堅持嘅啫，係嘛？香港政府，我想講埋添。香港政府唔係太多了解，我知佢哋有心去搞跳舞嘅，但係佢唔知道哦。街舞 hip hop 係咁嘅，唔係淨係即係佢初唔係好知 battle 呢啲嘢嘅。嚇，咁打交代唔係啊，即係鬥我啊，即係純粹係嗌啲年輕人去俾個台你，俾跳 hip hop 啊，呢啲就係 hip hop 啊。咁呢個係個舞種咯，但係其實個文化唔係淨係咁啊，呢個好少。咁真正文化點咧？真正文化，等陣先，我咧係行慣太多，好似嚟咗嚟，我想你問多次。頭先即係你代表去參加咁嘅比賽啦，咁你有啲咩即係你嘅感想啦？即係你有冇覺得哇？我一定要去攞到冠軍啊，或者有啲咩成就出嚟？反而我自己覺得出國比賽出黑雞成日都會出去啦，咁我自己都會出去。我冇話去攞冠軍嗰啲，冇，因為攞冠軍咧，你一諗住呢啲嘢咧，就跳得唔好，有壓力，寧願順其自然，將你平時咁你跳舞唔係淨係我比賽先至去跳，去比賽先去排，係原來生活裏面。喂，呢個思想咧一定會經歷過嘅，一定會經歷過，之後慢慢會轉為你會係想分享較多過你會去攞個冠軍咯。呢啲係你控制唔到噶嘛，係啊。咁我知阿黑龜你係好勁啦，係。中國史上首位華人去出戰呢個世界大賽德國嗰個比賽咧，咁你當時嘅心情知道咗自己係即係史上第一人喎，咁你當時嘅心情係點樣嘅咧？一定開心嘅，咁我話即係唔係代表香港，係代表中國13億人口喎，咁自然會覺得都會好努力咯。但係就話攞唔攞到名次咧，就真係冇乜點諗，我純粹係好努力地為自己又好。為教育又好，都盡力去認真對待每一場嘅比賽咯。你即係可以話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去展示中國人嘅 style， 或者我自己 hardcore style 俾全世界嘅觀眾去睇，呢個就已經係最大嘅目標。即係同觀眾分享就已經好有滿足。一個 exposure 咯，係。咁你啲家人知道咗，朋友知道咗，又點樣鼓勵你嘅咧？搞啲啊，攞個冠軍翻嚟啊，一定係咁。咁你點咁咧？會唔會好啊？好大，好大。冇，我明白佢哋諗咩嘅，成日都係咁。點啊？攞唔攞到獎翻嚟啊？咁老師話好好喎。咁你比賽時，你屋企人會支持你嘅咩？有支持，因為以前嘅支持同而家嘅支持唔同。而家支持多咗，因為出咗名啊。我唔知道，因為我唔係出名嘅，唔好成日用出名呢個字打我度先。因為兩個都出名。以前咧，我跳舞咧，我係真係好窮。咁佢又擔心你將來嘛？咁我真係由太子行出尖沙咀文化中心跳到三四點，
跟住跟我表哥食完麥當勞行翻個太子，但係好開心嘅當時係。咁屋企擔心你嘅將來啊嘛，佢覺得啊你仲喺度跳，喂第時點算啊？佢會諗啦，又出路嚇。咁變咗我以前成日覺得要睇唔起我，我而家又一半一半，以前都係咁啊。因為點解咧？點解？因為我個心咧係我做唔到，要想做到為止嘅，我係好想咁嘅。而家咧。譬如在一些電視上或者在一些比賽電視比賽贏了，他們會覺得即很替我開心，他原來不知道我原來慢慢出去不是去了學壞，慢慢出去原來就是年年都在台上這樣，即他會慢慢知道慢慢了解，所以好像黑他說的那樣，你要去證明一些東西，拿過一些東西回來，他們才會明白你，特別在電視，因為家人他們都很忙，根本就見都很難見到，回到家又快睡覺嚇，咁見到，即係佢哋會見到佢，佢會開心。跟住我呢幾年再慢慢同佢講關於跳舞嘅嘢。哦，我而家我妹妹跳舞啦，表妹跳舞啦，側邊我影響到嘅人，我都希望佢盡量了解俾佢。唔好話就係話跳街舞唔係一啲男仔咯，街舞、拉丁舞、拉丁舞都係跳舞，拉丁舞可以好高貴，其實街舞都係。嗱，高貴嘅唔係淨係睇好華麗嘅服裝啊嗰啲咯，係個意義啊。咁你而家嗱，而家咁個個家，即係你家人又咁了解你，而家會唔會話好開心啊？會。咁成日有陣時我譬如啱啱喺一個 ATV 啦贏咗啊，咁有人其他嘢做嘅，譬如訪問啊、電視節目啊，佢哋會幫。甚至乎係啊，或有陣時會問我啊跳舞，喂，你幾唔跳嗰啲唔跳嗰啲？開始問你啫，以前唔係啊，做嗰啲 show 第一時間好嬲問。嚇！你做咩數？我喺嗰個商場咯。哦，幾錢啊？第一時間就問你啲，佢唔會問你練得辛唔辛苦，練咗啲咩，今日表現得好唔好，佢唔會問你啲。第一時間就同數字我講，我就好唔中意。但係而家就唔係。而家唔係。而家真係出咗關心啊！而家其實就關心，我諗用咗方法啫。我真係聽到就唔係好舒服咯。但係而家就問喂冷唔冷啊？喂，而家之後嗰啲對手點啊？佢問呢啲就開始即係都嗌你努力，好似黑龜啊、爹媽咪咁啊，都好啊，我覺得好事嚟。咁你父母又點樣支持你嘅咧？咁嚟講啊，點樣支持我？都係叫我加油，因為佢都唔係太明白 Big Bang Steven 又新啦，即係冇跳舞，起碼即係可能就算80年代都有接觸過少少跳舞呢啲。但係 Big Bang Steven 實在太新啦，就會話都係叫我加油啊咁樣樣練好啲啊，但都可能要再過多幾年咧，好好噶啦，已經咁樣。因為即係可能你哋嘅父母都未必聽流行曲添啦，係咪先？可能聽翻啲古舊啊，80年代嗰啲歌添啊，係咪先？尤其是而家即係我呢啲B-box 啊，好中意聽啲電子嘢咁難啲咯，始終都會。因為你未接觸過。都用另一個方法去關心我哋，就鼓勵説話咯。咁你創咗一個比賽啦，咁係即係你覺得佢哋 BTK Channel 係啊，咁你覺得嗰啲參賽者又點樣咧？不如簡介一下先啦，因為咁 BTK Channel 就其實係我 Hybrid 就同 West Management 一齊去創立嘅，咁就係一個中國官方嘅 Beatbox 比賽，就同世界 Beatbox Battle 嗰個比賽協辦嘅。因為 Beatbox Battle 就會去唔同世界各地就會做一個國家賽，咁我就同佢接咗軌，就做咗中國一個嘅國家賽啦，就係啦，咁就每年都一定會請嗰個創辦人啦 ，Beatbox Battle 嘅創辦人就叫 Below 嘅 ，BELOW Below， 咁同埋每年都會除咗佢之外咧，都會請一啲世界級嘅，可能攞冠軍、亞軍或者頭八強嘅，咁就過嚟做評判，係啦。咁你覺得啲參賽者嘅質素係點咧？參賽者，我覺得上年就係第一年搞嘅。第一年。咁第一年搞參賽者咧，就啲質素其實全部都係一般嘅啫，即係大部分都係會抄襲外國嗰啲 style， 因為中國好興啊嘛，會會比較中意模仿咧，會即係尤其是玩藝術個，唔知媽媽認唔認同啊？即係一開台起步啊，就會係比較去抄襲。咁經過 BTK Challenge 呢個比賽咧，佢哋開始明白啦 ，style 就好重要。咁
咁而家就創造咗唔同嘅人啦，就佢哋而家都好有 style， 即係差唔多都練到國際級咁樣樣啦，係啦，所以會變成一個較好有意義嘅一個比賽咯，即係推廣，推廣好重要，係啊。咁你舉辦呢個比賽，即係有冇啲遇到困難嘅事？都有少少困難㗎，尤其是你聯絡方面啊、宣傳啊、金錢啊，你樣樣嘢都要係一手一腳自己去搞，仲要第一次搞嘅喎，仲有都要靠嗰班 beatboxer 大家互相合作咯，即係佢哋嘅參加嚟開心，咁咪大家會搞得好啦，件城市咯，變成就係咁樣，都其實都算總算順利完成嘅成件事。踴唔踴躍咧？嗰時比賽即係參加比賽㗎。都踴躍㗎，總共咧上一年咧就有大概有70人去參加呢個比賽嘅，集全國係啊。咁係今年應該會就會搞唔同嘅分區賽啦，去唔同嘅城市再海選，就最終海選完咧可能抽6至7個人咁樣。就過嚟去一個最終目的地，例如譬如廣州咁樣，就一個最終 final 啦，就咁樣。好，我哋都傾咗好耐啦，咁我哋睇下你哋嘅表演先，跟住一間再嚟傾。媽爸，我哋不如睇下 M21。Rock is in the house tonight.
music。
聽完咁好誒，睇到咁精彩嘅表演之後咧，又翻嚟 part two 嘅節目啦。咁係啦，咁我想問下媽爸先啦。咁你參加咗星光大道四嗰個跳舞吧嗰個比賽啦，咁都有好多關要闖噶嘛，即係可以話係披荊斬棘啦。咁你每關係用咩心態去闖嘅？每關啊，其實我每一關都係想去誒，冇俾人淘汰，直接打到佢去 final。嗯。咁有冇遇到啲咩挫折啊？想分享下。挫折就係因為嗰一期咧，有一關咧，佢係電視節目去嚟歌嘅，咁我就冇時間，因為我要搞公平比賽同我隊顧問搞份 knowledge。咁我嗰日瞓咗兩個鐘頭，就第二日電視比賽啦。咁點算啊？咁嗰首歌咧，佢一早俾定我，因為我自己就乜嘢冇準備到。我係純粹聽嗰個 freestyle 跳出嚟，但我亦都好想話俾人聽呢一樣嘢嚇。咁淘汰咗嗰個，咁就未 foul 嘅。咁仲有一次機會，跟住之後嘅機會我就完全冇住曬，因為咧佢哋去睇表演嘅成績唔高啊，睇你個表演嘅話，唔係有陣時揸跳我都好想去表達到出嚟，但係有陣時睇啲嘢唔同，咁我。咁佢哋中意睇呢啲，咁變咗我要揾啲咩咧？黑龜幫我做聲啦，嚇佢得咗好朋友幫助，做音樂俾我。我要諗我自己嘅故事，啲音樂啦、音響啦、古仔啦、pop 史啦、跳嘅嘢，全部自己一手一腳嘅。呢個係幕前嘅，幕後要同監製去溝通，點樣去拍啊？點樣去做嗰件事？因為電視裡面有對啲電視後面嘅要求，希望係啦，咁樣去溝通。咁最後都贏咗，真係恭喜曬啦！係多人先，但係贏咗係事少，係獎對我嚟講個意義唔大，唔係大，但唔係最大。最大係乜嘢咧？我好想喺電視機上去，因為我對 cool 同埋我自己都係好中跳，算係好多人都堅持唔到。我想話俾人聽，只要你堅持，你一定得啦啲嘢。同埋跳舞一定識 freestyle， 因為我係。popping 屬於係 hip hop 文化裏面其中一個舞種，咁你一定識 freestyle 咯，因為我點解玩呢個比賽原因咧，唔係淨係因為贏，而係希望啲人覺得街舞好正，唔好覺得係得頭先我講咗，唔好淨係覺得爛仔一定攰仔啦。第二唔好淨係着重於編排，一個人喺台上面都可以好睇。我唔係話我自己好睇，係可以係咁你因為編排，香港太著重於編排啦。而家當然好過之前，因為有一班人去搞即係 freestyle 嘅比賽 ，popping 比賽、locking 比賽係你一個人出去跳嘅。咁太多係著重於編排咧，就變咗真係自己一個人跳舞係缺乏咗。因為跳舞排舞係跳舞其中一部小部分，你要真係要識 freestyle， 你唔識 freestyle 嘅時候，你我覺得。對我嚟講，我自己覺得，如果唔識 freestyle 嘅時候，對我嚟講跳舞好冇意義。即係等於冇靈魂咯。你俾動作我跟，我係咁跟，跳熟曬啲動作啦，我都唔等於識跳舞啊。我係只係識背書啫嘛。係啊，所以跳舞你應該係要識得寫作咯，喺你自己舞步上面咯。係咯，咁我見到頭先阿黑 Gray 你都岌下頭啦，都好認同。咁你覺得係咪 style 同埋堅持真係咁重要咧？係，好重要啊！我覺得。因為你要係靠你嘅經驗啦，去不斷去磨出嚟噶嘛呢樣嘢。你唔係話純粹短期間背嗰嚿嘢就做出嚟，咁到當你下一次表演嗰陣時，唔通又做翻同一樣嘢？冇可能噶嘛！即係你beatbox 又好，你跳舞又好，都係你靠不斷長時間去練，去投入呢樣嘢。唔好話練啦，練我覺得會俾人感覺好辛苦。你係中意呢樣嘢去玩呢樣嘢，而融入你去自己嘅生活入邊咯。即係好似你唞氣啦。你唞氣，你唔使諗噶嘛，已經融入到你生活入邊噶啦嘛。你行路唔使諗，係咯。你轉咗，你唔會諗下轉咗噶嘛。佢成日都講啊，係啊。你跳舞唔會轉咗 ，OK， 轉咗轉右咁樣咯，唔會噶嘛。生硬咗咯。係咯 ，fit 啲咪 fit 曬咯，係啊。即係日常生活隨機應變，聽住音樂
你中意點跳都得，但係當然啦，享受唔係亂嚟啦。我哋跳舞有基本功，除咗 style， 仲要另一方面，唔可以成日着重於 style， 你一定有基本功。你要知道跳舞律上面嘅歷史個背景 ，pop and lock and break 點樣嚟，邊個創造？有 pop and lock and break 嘅前身嘅舞種係乜嘢？好啊，之後引申嘅 hip hop。仲有 freestyle 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因為你識得 freestyle 而好容易隨機去同啲觀眾互動交流啊！如果你真係硬生生編好一隻嘅話咧，咁你冇可能有個位觀眾嗌嗰陣時，個共鳴位特登編好個動作轉第二個動作噶嘛，甩曬噶嘛，但 freestyle 唔使啦，隨機應變，可以中意點玩就點玩都得。即係其實我補多少少啊，講到呢啲咧真係好想講啊！我有兩個例子，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啊，甚至乎我啲自己啲朋友啊去教，就係一個係工程師，我自己工程師咧係我識起樓啊嘛。咁如果我教後面嗰班人地盤嘅人，佢哋就慘啦，即係淨係俾錢我使啫，我話做乜就做乜，咁其實學唔到嘢。我如果係一個工程師嘅時候，希望我教嘅人或者我分享到，希望都可以成為工程師，可以自己去建立。另一個咧就係游水，花式游水。花式游水嘅時候，哇！你排到好齊喺水上面，但你唔識游水，你知唔知會點？慘浸死啦！即係希望你唔咯，你起碼你自己要識游水先啦，係咪啊？你要識跳先啦，係咯。你識游水嘅時候，你喺下面嘅水底度做到好多唔同嘅動作啊嗰啲，你都唔會死嘅，因為你識游水嘛自己。係咯，咁我又知阿黑哥同阿媽話你哋都組合咗啦，即係兩個都係俾即係俾人初初係 Pit Boss 同埋跳舞好，即係好難會組合到。咁你哋點解當初會有呢個諗法，會兩個組合？同埋點樣認識嘅咧？你哋邂逅情況點嘅咧？有冇好浪漫㗎？好耐啊！其實我喺跳舞教 Pit Boss 咧，我都有聽過，我聽到呢條友個名，佢又聽到我名。咁有一次做 show 啊，嚇你就係嗰個人啊！咁後生嘅，喺一個表演度，我哋遇到相遇噶。咁其實我嗰陣時，人哋又揾我出去 solo 嘅，又揀歌，不如我你俾歌我跳啊。我哋就係咁啊。咁個共通點係咩咧？當然係音樂啦。佢就機嚟噶，我唔使帶任何機嚟，佢可以俾拍我跳。當然啦，為咗唔想淨係聽 beatbox 種類，我自己有陣時表演都會聽下自己歌嘅咁樣。同埋我哋共通點係咩？大家都 freestyle。大家都識游水，一拍即唔會浸親咯，唔會浸親咯。跟住兩個肯定唔會浸親啦，之後係啊，你講啊，係咯。咁你哋兩個合作，咁合作一定有啲摩擦㗎啦。咁你哋會唔會有啲不和嘅地方咧？會，鬧交咯，係啊。咁最後點解決啊？你哋會唔會出手啊？鬧交咯，爭鬥。我揾個平衡點嘅又都係，大家啲觀點唔同啊嘛，咁啊我就下你，你就下我，揾個中間位咯，令大家自己舒服翻啦。但係通常咧，呢一個 moment 咧，我哋會就要爆啦。我哋其實一認真諗一個梳定咁幾日嘅，幾日都係一個會通頂啊，係會通頂。有陣時喂，唔好喺我攞嘢攞入牆紙吞下，我又會咁啊，對住個朋友呢樣嘢。有時我哋喺屋企度排啊嘛，啊諗唔到，不如落去籃球場度行下啦。跟住又諗到咯。真係諗到喎。哦。咁就除咗呢啲事，仲有咩？有冇啲趣事？你哋合作間發生啲趣事啊？有。有。你揸嘴嗰個啦，你講啊。有一次咧，咁我哋除咗做出面啲表演，有陣時啲義工表演，譬如啲青年中心啦，我哋表演啦，咁可能淨係俾翻居民拍，我哋都會做嘅。因為這個轉頭先講啲，但嗰次點咧？佢係約我點半前到，我冇點半前到咗啦。咁個 show 係兩點半。搭九度添啊！咁搭點半度，搭三度啊，搭三度啦已經。嚇！咁佢咧，我已經一早同人哋講咗咧，阿黑龜要搞翻，佢會從廣過嚟嘅。咁好啊！咁你總之兩點做 show 啦。我咁 OK 得，咁我就搭三度做啦。咁佢點半就我傻，我媽到嚟嚇，唔係兩點咩？嚇，唔係啊？點算？唔係啊？後面咧有啲表演單位咧，佢冇嚟到啊！依家要個堂靜得喺度啊！你依家可以上去？唔係啊嘛！我黑過你邊啊？好彩佢喺，因為我係嗰陣時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嘅長樓梯嗰度要表演嘅。你知禮拜六日成日有表演喺度，嗰次係唔記得係邊間青年中心嘅，就都幾大嘅。
黑龜有一打俾佢，得啦！我喺地下隧道過緊嚟，佢喺尖沙咀個半島酒店嗰邊，跟住再過咧探佢跑緊過嚟，佢一跑到過嚟，唔得係我錯，跟住我一路跑緊，已經聽個 MC， 我哋有請 So Human 咁，我已經跑緊啦。我已經上咗個台，我除咗個台啦，我見到佢，我除咗個台即刻上去，即刻上嚟，跟住會唔會好蝦碌咧？又唔會，我哋多表演做開啦嘛，已經。即係好似一手都上台啦。但一個人你點做開表演，你都會 warm up 噶嘛，你都會喺台下面抹刺噶嘛，我哋係抹都冇抹過，冇抹過，講嘢啊，即刻嚟，跟住播歌咯喎，好彩慣咗嗰樣嘢，嗱，即係我哋表演到冇準備過就 performance 去表演十分鐘多。十分鐘，係啊，排過十分鐘，咁你合作，咁拍曬手掌嘅，仲要係，咁真係值得拍手掌，係啊。呢次真係比我好難忘，未試過咁啊嘛！未試過咁，一上到嚟即刻跑嚟，跌低個袋即刻上去喎！即刻即冇窒過，即係咁咯，上咗啦！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？即係有啲咩初學嘅時候要學嘅嘢？你要識游水先。我識㗎，你已經。我識游水啦。嗱，講翻澄清翻先，游水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對啲咩嘢都好啦。啱啱講運動員游水，你要識游水先玩到運動員㗎嘛？咁我哋跳舞，你要識咗 freestyle 先。可以去夾嘢，如果唔係你自己冇嗰個 concept 嘅時候，再簡單啲嚟講係基本功咯。嚇，教下我哋啲基本功。可以，冇問題，我哋可以學下。不如翻嗰啲先啦，教下你點。好啊，咁我教三個人好 rough 咁樣教啦。咁就 kick drum 嘅，咁你點做咧？咁呢個音咧，係啊，最緊要摩擦嘅嘴嚟吐出嚟，係啊，係啊，得，冇問題。然後再慢慢整實佢，呢個要自己花練。好啊，第二個音，係啦，好容易啊 ，high hat。咁之後仲有 snare 咯，係啊，做吉字咩？係啦，哇，好快學識喎，仲快過前學。有可以十個人上我堂啊，係啊，跟住就可以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可以 jam 過一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難啊！已經就係咁，應該可以玩到啲嘢出嚟㗎。係啊，咁阿媽話咧，有冇啲 popping 嘅招數教嘅？主要有幾個位嘅。咁 popping 個特點就係我哋要運用個肌肉收緊放鬆啦，令到有餘震嘅效果啦。咁首先。手臂，好啊！我想四聲就一齊用肌肉收緊放鬆。但我要咧個收緊放鬆，慢慢放鬆啊嘛。你冇 hold 緊，所以係一樣係熟，係實實係啱啦啱啦。但係放鬆手腕先，因為我哋用呢度呢度啊嚟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 ，hit！ 一、二、三 ，hit！ 嗱，其實個個都識得 pop 嘅，因為要肌肉咧，我哋係運用到嘅。好，我首先好，一、二、三 ，hit！ 一二三 hit， 一二三 hit， 一二三 hit， 好頸咁啦，有頸部啦，心口啦，好啊，呢兩個 miss 咗先，我呢兩個 miss 咗先，因為由於時間嘅關係，我講埋腳，好啊，舒一舒只腳先啊，只腳將大髀呢個肌肉收緊，個重心喺度，係啦，你如果重心唔喺呢度咧，個力唔夠實力啊！哦，嚇，因為咧，你重心要講求埋地下嘅平衡，睇睇一睇先。伸直。係啊，一二三 ，hit！ 一二三 ，hit！ 一二三 ，hit！ 嚇，我係要將只腳咧個大髀落一少少放鬆。少放鬆。嚇，大髀少少放鬆，抽上嚟，中。其實咧，試下首先只腳先，起碼係上身，只腳好重要啊！因為啲力可以帶動埋上身，係咯，見到你上身好震。我唔要用頸啦、手啦、胸啦、上身嘅位置，就用只腳咧，就一、二、三，從佢已經震到啦，係咯，震到上。因為你要帶動啊嘛，啊咁所以咧，我哋用手腳啦，我主要物理最簡單嘅時候就教手同腳，咁頸同埋心口都好緊要，因為時間嘅關係咧，我哋就講咗呢兩個位先。好啦，有一個位咧，有一個我冇嘅 flex 咯。係 Bugalusa 嚇，佢創造出嚟，就係咁嘅，睇佢，
睇下試下，我係由左邊彈到右邊咧，個重心好緊要嘅。騰個 hip， 跟住只腳走 ，hip 騰，係啦。我氹翻翻個人先。頭先由左至右，而家由右至左。好啊。咁咧，我哋會有個重心喺度，咁嗰個位置就要攞嚟 pop 只腳。睇一次咯，下一冰俾個 beat 我，唔該。彈下先，45分。咁我好慘，好得夠，好加埋隻手，係咁好喎，隻手成咁都得，真係咁，好似行路咁，嗱嘅一齊行路，係啦，好啊，跟住啦，跟住隻手成咁，停，唔好停曬，少少高，放鬆，褪過去咯，嗱，準備咯。一褪咧，由左至右，隻手要舉右手，同時間配合你個身體。搏計頭先 ，hit，hit，hit，baby，hit，hit，baby，hit，hit，好啊，你必好，係啊，慢慢先來，八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go and， 嗱，喂嗱，隻手啦。個頭你哋就係好多手部係咁啦，個動作嘅點位你係攞得好啦，但係個過程咧，我唔係咁，唔係咁咯，係行路嘛。嗱，頭先我係行路，我行路係咁噶嘛。如果你變咗咁嘅時候，你咁樣插出嚟，你咪咁行路。游水，游水，係嘛？游水，咁當然啦。游水，游水係咁喎。哇！我啱啱講嗰個游水試啊，要學識游水先啦。嚟一次啊 ，5、4、7、到帶上嚟，1。1、2、3、4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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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你要知道，嚇、啊！咁係咯，咁你哋成立咗一個組合咁耐啦，咁有冇話之後嘅目標係點樣啊？咁要之後發展又係點咧？我希望我哋自己不斷有新嘅作品表演俾多啲人睇，同埋我哋嘅信息唔係淨係得表演，我覺得哇，蘇曼好啊好啊好啊！我唔想希望就係咁，我想多啲人去俾我哋感染到。多啲 freestyle、beatbox 又好，跳舞又好，但雖然我哋係 beatbox 跳舞咯，其實好多樣嘢都會融入喺生活裏面，音樂上面 ，piano 啦、打鼓啦，呢因為有音樂先有跳舞 ，beatbox 都係一種音樂嚟嘅。嗯嗯，嚇，係。好啦，咁我哋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，咁我哋好多謝阿 Hardway 同埋 Papa Mama 嚟我哋今次嘅訪問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